我常常会觉得应该到这边够了吧，结果他就要给你再下到下一个嘞。结果呢？主审拉弓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认同，认定在中华职棒这个环境其实是不好生存的，他们才会愿意用比较积极的态度，甚至愿意改变自己、让自己进化的态度来面对中华职棒的赛事。他第一次到台湾，到蓝莓国这样，我会觉得说，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适应台湾的啦。他可以投球投到现在成绩那么好，然后又那么稳定的出赛，我觉得说他应该是对自己的那种适应一个环境，我觉得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态度方面，他是很自律，他很希望他是就算是比赛成绩不好，但是他还是最认真去投入每个环节，重训、跑步、练球，做一些基本练习。那他是这方面，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回棒落空，三振掉的郭俊伟也结束了二局下半统一的进攻。在雷利的时期，南米狗这个时期他年纪也比较轻一点点，所以他整个挥背速度比较快。那再来就是说，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动作修正到更精确，他把这个高压的角度来到更垂直，所以即便他的直球速度下滑了，均速没有到143，来到大概138到140左右，但是因为出手角度更垂直了，其实相对在打者的视线上来讲，他的直球跟直打球出手点跟球在路径的行进的时候，你是不好判断。之前所提到的对于强力的左打者罗莉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有尾劲走左打者内侧绕进来的像是二缝线的球，场上他在理解比赛能力也非常强。第一个，他在投球，他会不断的测试主审的好球带在哪里。那如果有比较明显，他有比较安全的地方，他就会以他为一个比赛的主轴下去搭配。他会综合所有的情况，什么状况对他最有利，所以这是投手比较不一样的特质。其实他就直插球、曲球、滑球、直球。而且他也没有变出其他球种啊，可是他为什么还可以投那么好，就代表说他相对的对中职的打者是有相当了解的程度。不管是他有没有下场比赛，他没有下场比赛在旁边的时候也会跟我讨论一下，说这个打者的习性是怎样怎样，然后如果可能我们下次对战遇到他的话，他希望我怎么配他。罗莉他是先内化把自己对战的这些数据去做一些整理还有分析，另外就是打者非常了解他之外，他也非常了解打者。虽然罗莉球速没有这么好，但是他总是能够达到教练团给他的任务。我问过很多选手，我说啊，这个投手已经打了很多年了，坦白讲就是直球直插球，那为什么还打不好？但他说，教练你也当过打者，你也知道当两个球投到很一样的，你都分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很难打。这句话就点到重点了。当两个球出手点跟球的路径的感觉几乎一样的时候，那个是很难打。因为他突然，我当作直球在打，他突然坠下来的时候，我身体启动，球棒已经挥出去，是没有办法往下打。你打到只能是说削到皮毛而已。以打者的视线来讲的话，怕的就是说，因为投手球已经是20几公分，接近30公分，再加上罗莉的高度，如果他是高速手点，从投手就投出来，他的球一定是一个由高而下的垂直一个角度进垒。那如果他又投在捕手膝盖，当捕手蹲下来的膝盖的位置大概是30到40公分而已。那你看我从一个大概出手点200公分投到40公分，那个斜线角度有多大？那所以说，当这个斜线角度产生的时候，其实打者不好打，要打中球心，击中整个球心不好打。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常讲说高的球好打？因为高的球会把它角度吃掉。那所以说他的直插球只要不投在高的位置的话，其实很锐利。他只要投在腰带再往下掉，刚好掉到膝盖的下缘一点点的话，那个球就好像是这样直线下来，然后垂直掉下来，在打者视线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不好打。如果他的手的高度没有高的话，他直插球的威力就会不好，因为我很多会偏高的。那以今年来看，他是有修正这个手拉的比去年还要稍微高一点角度啊，去年是比较低，我不知道他是累了还是怎么样哦。那如果他的角度不够高的话，他就很容易挨打，因为球的威力就会不好，不是只有直插球的掉的不快哦，他连直球都不够快。当他的手推下来的时候，他从200公分的一个出手点变成大概170的时候，
那个170的位置哦，挥下去的时候，它不是再往下，它可能是平推的，因为它要弥补这30公分的差距，所以那球视线进来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没有高低差的直线进垒。以打者视线说，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我跟罗莉有在比赛的时候有一个暗号，就是说，如果说他手太低的话，我就比一个动作给他，他就知道，就是代表他的手太低了，要注意，他就会点头。这个通常这个时间点不会出现在很前面，可能会在5局过后比较有可能出现。以罗莉来讲话说，他以前的3局以前10颗球可能只出现1颗，合理。3局到5局，10颗球出现2颗也合理，因为随着体力的，然后开始到10颗球出现5颗6颗的时候，就表示他的状况可能到了。换成捕手要提醒教练团说，罗莉的状况差不多到了，因为有点在疲累，手一直在抬不起来。那或许换成捕手这边要去帮助罗莉。用球速、局数的控管，然后跟教练团反映他的状况。如果从职棒元年到现在嘛，我们就说老外那么多，外籍投手那么多，其实你说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到80%的话，事实上你说要来台湾也没那么简单。所以变说相对的来到台湾，至于控球的话不会差太多，只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去适应台湾，我觉得那才是重点。像罗莉他就是适应台湾啊，所以他才有办法在这7年甚至投1000局啊。比赛结束，罗莉最终就是1-0率领富邦悍将，最后就是1-0击败了统一狮队，拿下对战的2连胜。